乐团 EXID 因成员 Honey 的 Up and Down 粉丝直拍影片，掀起极高流量而爆红，更让 EXID 被封为逆行女团。只是成员在合约陆续到期后，皆不再续约，但团体仍是不解散的状态。而今年是 EXID 出道10周年，他们也宣布将以完整体重返荧光幕前的好消息，让粉丝们激动不已。官方日前释出好几组预告美照与短片 ，EXID 的性感与强烈曲风立刻抓住众人目光，妆容服装也是时下新一代女团中比较少见的野艳风格。其中成员 Ellie 直接以红色连身高叉泳装当打歌服，仅在腰间系上垂坠式流苏腰带修饰，随着音乐舞动时，蜜大腿屁股淡若隐若现，火辣程度破表，让众多粉丝赞叹不已啊！